这个是正常的叫，阿拉中有两万人，所有人都在叫，要命了。就刚刚五分钟前头，俺们叫完没几个了，现在突然之间，所有人都叫了，要死。要命了，再给俺弄下去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要出事体了，麻烦了。根治啥么呢？因为所有的人，你都不晓得这个状态到底维持到啥个辰光。我总要把个把个标准，我就是讲有一个具体的说法。没，侬讲过，闷了七天。当然我理想啊，不能出门啊，不是说不能出小区啊，这不行的嘛，这样弄下就要出事情了。